我看到你我了，盖的建筑，底下有一只僵尸，真的耶！嗷嗷，被冲走了，赶快躲进来！没有羊毛就不能做花纹了。盾牌上面可以做花纹，可以哦。好新潮哦！不过你要先做旗帜出来才可以做花纹。这样啊，你在疯狂伐木中。要做烟熏炉，哎 苹果，那边还有一棵啊，你去这是拿。我的，哇，这边还有树苗，新的材质的苹果长得好漂亮。耶，我有苹果，长了一颗红色蘑菇，挑不出来。哦，是你家的蘑菇农场啊。里面再种一点点，你要进去看吗？就种10棵，哦，真不的能耶！摘哦。嗯哼，走，我们去废去矿，废话。冲啊！哎，等一那要下，拿剑吗？我有拿剑呐、铁剑。啊，把铁留着，冲哎，等一啊！下，蜘蛛丝是不是需要剪刀？我去弄个剪刀。铁剑也可以把蜘蛛丝打下来真的吗？啊！嗯哼，啊！冲我啊！会不会被打死？会有哦。什么？哎，我的铁剑呢？救命啊！我铁在这里，对吧？丢下去，我按 Q 不想丢，很多石头。铺 到后面就铺石头阶梯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废矿。废话。绿宝石，哎，钻石，哪里呀、那边就是钻石嘞。啊？哪里呀、这里啊？这边啊，有铁。钻石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带那个上哎来了，呀，真的哎，我被粘到我头。都忘记带土上来了。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拿个土，我上不去了。QQ，看里到面了，有好多苦力怕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什么？冰山，这可以边怕来走了过吗？去一堆。挡起来不就好了？然后先回家。嘿，我拿到青金石了，我好感动。我还烧点东西。第一次拿到这种玩意。你在干嘛？安全，安全。安全第一。嗯？小心点哦，这边水火同源。真的耶，好多水！哇，这边，而且刚刚我还看到一只鱼在对面的水里，好，对面好多鱼，好不好？好搞笑！还有僵尸，被烧死了，可怜呐、啊！直接跳进岩浆里面，真是有个笨的。会这样栅栏挡起来，就不会被攻击了。嘿嘿，对，等一下我就不会被偷袭准备从天而降。了。嗯哼哼哼，太恐怖了。咦，好恐 OK，怖！诶，可以的诶，栅栏门现在可以和那个石头连接了，开心。我在盖水道。我想出去装水桶。僵尸在这边呢，哪里？这边啊，怎么会在那边？把它填起来。为什么你会放那只僵尸暂时生出来？这里是哦，为你的什么蘑知菇道？田呢、啊？你蘑菇田我生不僵填尸出生来僵尸，把它盖起来。你怎么跟？你怎么把原木盖在这里啊？这好是浪费房哦！子啊，你干嘛盖原木啊？原木盖才土漂就亮好啊。了。莫名其妙坚持，要把这里整好。顿一下，让它变成有个家的感觉。其实我我就是我的是锅，觉得血姬很帅，你血是巨我控的吗？蘑菇姐，也很安全。你干嘛弄我铁？哦，是水稻。嗯，这版本我记得水可以怎倒么下一去，点对不点对？水？对对对，可以这样就倒。这样？怎么才这样？
捞中间啊，捞中间应该可以捞吧？对啊，可以捞中间的啊，捞中间的可以那个无限水源啊。我做了压然力后板，带一半没带下去。我做了压力板，我做了你石做头压压力力板，板干嘛？让你出门就不用开门了。芝麻开门在哪里？这个吗？哦，哎呦，放错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哈哈哈，OK，你看出门就不用开门了，可以，还帮忙关门。哦，那这个是什么石头？嗯？这个太误导人了，这颗石头拿掉啊！对啊，那小心哦。不要站在那边哦，不然的话你就一直开门等怪物进来。有点难呢。你就不要站那两个，还是我要推出去一个好了。飞出去一个啦。对啊，推出你一要不个要吧。盖在外面？不行，不用盖。啊！你还有敲到你的玻璃了，我玻璃，你再把它塞回去啊。